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第14课的课文部分。首先呢，我们一块儿先看一下这个第一段，咱们看看怎么样，这贵族怎么就成歹徒了呢？或者说歹徒怎么又变贵族了呢？咱们看怎么回事，先一块儿看第一段。他说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owners of shops and businesses in Chicago had to pay large sums of money to gangsters in return for protection.这句话里边呢，重点知识特别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 There was a time when 这个句型啊，就值得大家好好来看一看，要把它背下来，翻译成曾经、曾几何时、当初怎么怎么样，直接可以相当于副词 once。 但是我们 There was a time when 这个在写作中写特别漂亮，就曾经当年如何如何，说明现在不这样了。你比如说我曾经穷困潦倒啊。There was a time when I was down and out. 当然 down and out 是表示穷困潦倒，又没钱又不得志，这个这事事不顺序。这个 down and out 本来是拳击里的一个术语，就是被 KO 了，整个打趴下了，晕过去了。在这儿呢，就是表示非常不得志，在生活中属于低谷。就曾经我有一段时期啊，穷困潦倒，可以这么来用。这记住啊，曾经 there was a time when 背下来就好了。但是由这个句型呢，我们发现好几个句型有类似的用法，都是 there be 句型加上时间这样的名词，后面再加 when 来构成时间状语，发挥时间状语的功能。你比如说 There are times when 我们用 there are times 复数的后面再加 when 相当于 sometimes 叫有时候怎么怎么样。这个句型多漂亮，我们顺便就记住了。比如说老虎也有打盹睡觉的时候。 There are times when even the tiger sleeps。 像这些句子啊，有谚语的味道，建议大家都可以背一背。就是老虎呢也有睡觉打盹的时候，戒备再森严，防卫再森严的机构部门或人都有疏漏啊，对不对？也非常漂亮。甚至我们看这句话很有这个哲学味道了。 There are times when silence has the loudest voice。 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沉默是最响亮的声音。有的时候呢，别人给你泼脏水，你根本不搭理他，根本不辩解，往往比你这个拼命想洗白，其实效果甚至更好。那有时候沉默是最响亮的声音。但注意前提是有时候，但另一些时候你沉默也不行。比如说你被冤枉了，法官在法庭问你，得判你死刑，你有话说吗？你说我沉默不说话，沉默真枪毙了就啊，该说也得说。那我们说有时候沉默是最响亮的声音，多带劲的话，用这黄金句型咱就出来了，对不对？有同学说您给的我不放心，那好，咱们看新概念的句型，咱们看看27课。你看这不就踏实了吗？27课在咱们三册130页第6行有这么一句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to save our lives,Yet we might grudge paying a surgeon a high fee for offering us precisely this service. 有时候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拥有的任何东西来拯救我们的生命。然而呢，当外科医生给我们提供完全一样的服务的时候，我们却吝惜诊费了。你看 ,there are times when, 有时候，这个结构是不是可以同时记住呢？就从我们新概念三册抠出来的宝贝，再来一个。好，这个好事成三，就不光是成双了，得成三啊。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咱们翻译成 occasionally, 翻译成在偶然情况下，在个别情况下。我们注意 ,there are rare 是罕见的 ,instances when, 就是偶然个别情况下会如何如何。这个 instance 本来就可以表示事例啊或情况啊等等等等。也是发挥一个时间状语的功能，就是它偶然偶尔个别情况下。我们看例子，我们直接看我们三册35课在162页第7行，这也是一个带劲的话。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justice almost ceases to be an abstract concept.
他说，在个别情况下，正义几乎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非常漂亮，对吧？当然这个抽象的概念咱们具体到第35课再展开啊。这三个句型咱们先把它牢牢记住。那我们回顾一下，是曾经怎么样，曾几何时， There was a time when， 有时候， There are times when， 然后就偶尔， There are rare instances when， 哎，把这搭配把它记住。那作文中又是五星级的好句型。再回到本文中，本文中说曾经如何呢？ The owners of shops and businesses， 就纽约那些商店和公司的老板们，这商店 shop 没什么说的，这个 business 得特别留神。这个 business 在本文中呢当复数，说明可数名词，这是表示公司、商号、商行这个意思。所以在这儿呢，可数不可数含义往往不同。表示公司它是可数的，这个在以前咱们可见过，咱们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咱们第七课38页第9行。A recent case concerns Jim Butlin, whose fiance John runs a successful furniture business. 大家还记得啊？最近一个事例是有关于 Jane Butlin， 她的未婚夫叫 John， 叫约翰，经营着一家成功的家具公司，看到了吧？ business 前面有个 a 可数名词。但是这个 business 还有更多的含义，它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更常见。你比如说它表示商业，表示商业呢经常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本课书中就出现14课66页咱们第4行看课文。Put a man out of business， 使某人破产了，就根本把他从商业里面给推到外面去了。这个 business 其实它的本来抽象含义就是商业，从商业里给他推出去了，没法经营了，使某人破产，这是不可数名词。注意它做不可数名词还有一个重要的咱们要背下来的意思，就是表示生意，就是咱们做的生意好不好啊，景气不景气啊，他在这做了很多买卖，很多生意也是不可数的。你看我们在第14课本课书又出现了，大家注意66页的第12行，他说 When business was bad， 当生意不好的时候，注意 business 也没冠词也没复数，单独使用，这是个不可数名词。甚至我说他在北京这里做了很多的生意，做了好些个买卖，做了很多生意，做生意叫 do business， 很多生意我们可以讲 a lot of 可以修饰不可数名词。你看我说 He has done a lot of business here in Beijing， 他在北京这里做了很多生意，不能说 a lot of businesses， 不能这么说，那牢牢记住。好，再回到文中，他说那些老板们怎么样呢？ In Chicago， 这在芝加哥，怎么样？ Had to pay large sums of money， 必须得支付大笔的钱给这些 gangsters， 给匪徒们。那这个哎，支付大笔的钱，我们这看到了再写，听过再说，咱们就放心了吗？以后咱们说支付大笔大笔的钱叫 pay large sums of money， 我们用 sum 表示金钱的笔数，这是支付大笔的钱。那说同学说那挣了大笔的钱呢，那把动词换一下呗，那怎么说，咱们看过再写吗？那我们就观察本课书中，咱们看看在66页14行开始， Hawkwood made large sums of money in this way， 咱们看到了吧，动词换成什么，换成 make large sums of money， 叫赚了大笔的钱。嘿，这个我们也会说了，对吧？好，那要再夸张一点，我是挣钱挣海了，没法数，海了去了，比这大笔还多呢。那咱们看看该怎么说，咱们最好看过再写，听过再说。咱们看21课，这个出处在106页的19行，看这片段。 He earned enormous sums of moneyEnormous 是不是巨量的、海量的？这个词咱们不是在第十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讲过那一大堆数量或体积巨大的，大家还记得吧？讲过。而且这动词我们看除了 make 之外也可以用 earn 就好了，提炼出来 earn enormous sums of money 叫赚钱赚海了。这些表达提炼出来之后是不是就被放在一块儿的记了呢？那不就好了吗？好，再回到本文中，本文中把钱给匪徒们干嘛呢？为什么呢？ In return for protection， In return for 这个用法用得好，叫做以换取什么？
以换取或者是以报答，在这儿就以换取以报答所谓的保护，这保护就是我不砸你就是保护你，匪徒歹徒嘛，对吧？ In return for 这个结构，哎，我们看一些例子。America helped the rebels in return for their promise to support democracy. 美国支持帮助这些 the rebels， 注意这个名词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啊，动词是 rebel， 叫叛乱反叛，名词 the rebels 习惯用复数叫叛军或叛党。美国支持帮助叛军以换取他们支持民主的承诺，就是以后你要是把这个政权推翻之后，你得建立民主，那以换取或者以报答。当然这个 for 后面是必须加宾语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换取的是什么，可以把宾语省略。宾语省略的时候咱们说过，那介词必须同时省略，因为介词后面必须有宾语，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看例子。He is always willing to help people out without expecting anything in return.咱们看怎么翻译啊。Be always, 后面再加 willing, willing 在这不是进行时，是形容词，乐意的，他总是乐于帮助别人，从不图什么任何回报，不希望任何东西什么呢？ In return, 后面是不是省略了？ In return for his help, 以换取以报答他的帮助，不图任何东西，不图名不图利，就纯粹乐善好施，这叫 in return, 好，可以顺便记住。这个大家看到是用介词 in, 这个用名词做中心词构成了一个目的状语。它的目的是什么？在这是以换取或以报答什么什么，把这个搭配牢牢记住。那么跟它还有类似的，我们用这个呢搭配跟它类似，叫 in exchange for, 这个也翻译成呢以换取或者以交换，以换取以交换 exchange 本身是 就是交换兑换这个意思。我们把中心这个名词也读一遍 exchange, 多有趣啊，连介词都一样，后面还加 for, 叫以换取以交换什么什么， for 后面当然必须有宾语。咱们看例子。 They were given food and shelter in exchange for work, 他们被给予了什么呢？食物和住所，注意 shelter, 在这是不可数名词，表示住处。大家咱们以前讲衣食住行咱们讲过，这住处不可数。那他们被给予了食物和住处，给吃的给住的，以交换什么呢？以换取他们的工作。就你在这干活，我们给你吃的给你住的，不是白给哦，你得给我们干活得工作，以交换以换取什么，这个搭配顺便可以同时记住。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表达，也是目的状语，而且也是 in 加名词加 for, 那看俩了不妨再给一个，加 in compensation for。 compensation 来自于动词 compensate, 就是补偿弥补的意思。那当然 in compensation for 就是以补偿以弥补某个东西，这几个表达类似啊。我们把中心这个补偿弥补这个名词也一块读一遍，Compensation, 后面还是加 for, 你比如说 She received $10,000 in compensation for her injuries at work. 她得到了$10,000以怎么样呢？以补偿或者以弥补她在工作中的这个工伤，工作中受伤了呗，这单位给发了$10,000是来补偿弥补一下他的损失，你不是受伤了吗？用钱来补，这可以同时记住。我们看到这是 in 加名词加 for, 目的状语哦，它表示目的。这个目的状语我们在词汇中刚讲过一个，大家还记得以追忆什么吗？以追忆死者叫什么 in, 大家记得它后面介词不一样了。in memory of, 大家还记得这是以追忆某个故去的人，这刚见过对吧？那看到这个呢，又使我们想起来了In honor of, 它也是用 in 加名词，后面也是加 of, 这个翻译成以纪念或者为了向某人某事表示敬意，用 in honor of。但是注意跟 in memory of 不一样的地方是 in memory of 后面一定跟一个死人，就这人已经作古了，已经死了去世了，
而 in honor of 就是表示以纪念或者是为了向某人某事表示敬意，但后面未必是个死人啊。我们看例子。The college was named in honor of George Washington. 这个大学呢是为了纪念乔治华盛顿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确实后面 George Washington 是一个故去的人。美国确实有华盛顿大学，对，为了纪念他。但是你看下面这个句子。A banquet in honor of the president, 这是为了向总统表示敬意专程举办的一次宴席。这前面叫盛宴，盛大的宴会，我们大声读一遍 banquet。 哎，这是为了纪念，为了向总统表示敬意，对吧？哎，这 honor 本来就表示尊敬啊，什么崇敬，有这个含义。这个总统是来访的，没死，那不能让他死，他死的我们这儿麻烦了就，对吧？打起来了就，那这是为了向这位总统表示敬意，哎，这是 in honor of。 还有我们再凑一个，我们都凑三个，In appreciation of, 你看这也是 in 加名词后面加 of, 这中间 appreciation, 实务课马上就会讲了，在这儿是表示感谢感激，我们也读一下中心词 appreciation。 你看李老师给大家总结好了，多好记呀。 in, 刚才那是加名词加 for, 这三个啊 in 加名词加 of, 都常见都常用，我没有一个冷僻的，我们都用得着，表示以感谢以感激什么？你像 I sent him a gift in appreciation of his help. 我给他寄了一个礼物以感谢他的帮助就好了。好，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 in 做这个短语表示目的状语的几个五星级的搭配，牢牢记住。好，再回到文中。他说当时啊，必须得掏钱给匪徒们以换取所谓的保护。那我们看下一句。If the money was not paid promptly, the gangsters would quickly put a man out of business by destroying his shop. 那有人说那能不能不给吗？不给不行。说如果这个钱要不是这个 promptly, 在这最好不翻译成准时地，咱们讲过多义词吧，它可以表示立即立刻马上不耽搁的，对吧？就人家要钱你不能犹豫，得马上给钱，你犹豫的话砸你来了就。那如果这个钱没有马上奉上的话怎么样呢？ The gangster 这帮匪徒 would quickly 将会迅速的 put a man out of business, 出现重要习语了，就是使某人破产。 put somebody out of business, 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 business 其实在这抽象的意思就是表示商业，把某人从商业里整个给推到外边去了，不是使他无法经商吗？使他破产。当然也可以把它换成 make somebody broke 或者 make somebody bankrupt, 使某人，再加宾语补足用形容词，这两个形容词都是破产的，一文不名的。我们把后面的形容词也读一遍 broke, 注意不是 broken 啊，是 broke 形容词，再读一下这个词 bankrupt。哎，这是表示使某人破产，对吧？那我们再记一个跟它搭配特别像，叫 put somebody out of work。 那我们大家这是使某人怎么样？哎，这使某人失业嘛，从工作中出去了没法干活了，使某人失业，搭配多像啊，那捎带脚就记住了。你比如说 The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have put many people out of work。 这些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或者状况使得很多人都失业了，丢掉了饭碗，对吧？这个使破产和使失业同样的类似的结构，同时记效率高。回到文中，当然后面有方式状语，怎么使他这个破产呢？ by destroying, destroy 彻底摧毁，摧毁他的商店，给你彻底砸烂，这回没整个老本都没了，对吧？使你破产就必须得给钱。那么第三句话作者说Obtaining protection money is not a modern crime. 你看前面两个句子是比较长的复杂的句子，长句子中间是不是又穿插短句子了？非常简短的一个简单句。 Obtain 是获取获得，在这动词放到句首的用名词形式当主语加 ing 了，就是获取 protection money, 就是我们说保护费吗？可不是一个当代的罪行了，你以为当代黑社会这么做吗？古代自古就有了。那但是 obtain 在这边的获取，其实根据上下文可以翻译成勒索，就勒索保护费。那其实这个勒索呀，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专业的词汇，在这儿也能替换非常漂亮，就是 extort something。哎，这个 ex 这个字头呢，本身可以表示出来的意思，向外。那 tort 这个 tort 本是拧，愣给它拧出来了，拧到外边了，你不给，愣给你拧出来，勒索某物。注意这个勒索呀，它是奔着钱财去的，它的东西宾语应该是钱财。我们看例子。Gangsters used to extort money from local businessmen. Gangster 刚见过，就是匪徒们。匪徒们 used to 就是过去曾经向当地的商人们勒索钱财。大家看到了吧？这个词跟本文中的 obtain 可以替换。我们大声也一块读一遍 ，extort。大家注意中间这个 t 必须浊化，因为 x 有一个 s 这个声音，后面重读时清辅音必须浊化。再来一遍。extort， 哎，这是勒索。我们大家可能还见过一个叫敲诈，有个词叫 blackmail， 就黑邮件，对吧？但是这个 blackmail 一定要注意，它的宾语一般是人，而不能是东西，所以是 blackmail somebody， 敲诈某人，但 extort something， 勒索某物。这英语中搭配比中文更精细和复杂，而且要更精确，这个是需要注意啊。我们也看一个例子。Someone was trying to blackmail him with pictures of him and his mistress. 这个 mistress 表示情妇，有人呢正在试图用他跟他情妇的照片来敲他一笔钱，敲诈他。注意啊，他的宾语是 him， 是人，这个对了。那我们把这个敲诈这个词大声再读一遍 ，blackmail。注意最后 mail 又是舌尖抵住上一根，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再来一遍 blackmail。 好，再回到文中，他说这个勒索保护费啊，可不是一个当代的罪行了。当然这句话那聪明的读者立刻听到话里有话，那不是当代的罪行，那古代是不是就有啊？他肯定就得讲一个古代的事儿了。你看我们阅读的时候呢，就能推测下文中的大概的逻辑脉络。咱们看下一句，哎，果然开始讲自古就有之。我们看屏幕，这句子比较长，来，咱们分析一下语法成分的分析。首先 ，as long ago as the 14th century，as long ago as 翻译成早在什么时候就怎么样了？早在呢14世纪的时候。这是主语，一个英国人，这是句的主语。后面呢是做这英国人的同位语 Sir John Hawkwood， 约翰霍克伍德，前面加 Sir 不是先生啊，得翻译成爵士，因为如果是先生加名字的话得用 Mr. 对吧，这是约翰霍克伍德爵士，就呢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现。那什么发现呢？后面大家引导的当然是同位语从句，对吧，做这个 discovery 的同位语。什么发现呢？就 people would rather pay large sums of money than have their life work destroyed by gangsters. 这个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这在第八课著名的修道院咱们是跟 prefer 一块讲的，翻译成什么？宁肯怎么样也不愿意怎么样，后面都要跟不带 to 的动词不定式，就是跟动词原形，对吧？宁愿掏大笔的钱也不愿意让他们毕生的心血毁于歹徒之手，对吧？你掏保护费给你点钱，那比把我店砸了强啊！的被迫就这个含屈带冤的就把钱给交了。当然，这个 have something done 在这是表示一种不愉快的倒霉的经历。这个知识第二课讲过，你看每个书都有温故有知新。当然，我们这个句子里面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新的知识就是 as long ago as。这个时间状语特别重要，说早在某个时候就如何了。As long ago as， 这个 as 是介词啊，后面直接跟表示时间的名词就好了。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 as early as， 叫早在什么时候就如何了。对，哎，我们本文中是早在14世纪霍古德爵士就做出这个发现了，对，我们也造个句子吧。早在公元前15世纪，这座庙宇就是 temple就被当作是做礼拜的这么一个场所。哎，这不是我们第三课无名女神的那个句子吗？我们用这棵树的表达说出来。公元前15世纪就是第15个百年 The 15th century， 公元前 BC， 对吧？好，这被当作是 be used as 做礼拜的场所， a place of 什么
worship. 那就出来了。As long ago as the 15th century BC, the temple was used as a place of worship. 好，很轻松就出来了啊。这早在什么时候，这大家背下来。本文中是早在14世纪，他没有写公元前公元后，那默认的就是公元后嘛。好，然后呢有一个英国人 an Englishman 叫什么呢 Sir John Hookwood， 这一定注意在姓名前加 Mr. 怎么翻译成某位先生，如果加 Sir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称谓的，因为随便一个成年男子都能叫先生，但是被称为爵士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荣誉，这一般得由国王女王来册封他为爵士才可以。那这册封的仪式呢，一般是这个人单膝跪地，国王或女王苍啷啷啷啷啷抽出宝剑，那当然不是砍脑袋，那在他肩膀上点一下，这个术语叫 dab，d-a-b 叫 dab， 点一下仪式，你以后就是爵士了。你的名字前面可以加 sir， 就是某位爵士，约翰霍克伍德爵士就这么来的，是被国王册封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有很多你像 Sir Winston Churchill。这个因为做出了这个卓越贡献，这被册封为爵士，叫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当然这个 Sir 后面当然可以跟全名，前面是名，后面是姓，这老外名字，名字在前，姓在后，对吧？但如果用缩略的称谓呢，我们知道 Mr. 后面既可以跟全名，也可以跟他的姓氏，比如说丘吉尔先生 Mr. Churchill。 这个 Sir 如果用简略的称谓的话，他要后面跟名字，所以 Sir Winston 温斯顿爵士，但是丘吉尔先生，这个注意啊，在简略称谓的时候，他跟这个 Mr. 他使用的姓名的部分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你把名姓都写上那就没关系了啊。注意本文中一个是注意这个 Sir 的意思不是先生，另外一个注意他在简略称谓时他选名字不选姓。然后呢 make the remarkable discovery， 这个我们第三课讲了， make a discovery 不是做出发现吗？ remarkable 就显著的非凡的了不起的，就做出了一个非凡的发现。后面看同位从句，人们宁愿掏大笔的钱也不愿意让心血跟让歹徒给毁了。这个里边出现一个固定的重要搭配，就是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 than do something。 我们说过了，这两个 do 都是不带 to 的动词不定式，直接跟动词原形，所以本文中尽管是表示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但在这儿也用动词原形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大家还记得 prefer 怎么用吗？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这个 rather than 跑一块儿去了啊。在当时我们就讲过这替换，第八课著名的修道院大家还记得讲过对吧？但 prefer 还多了一手，它中间还可以加介词 to， 这是用 prefer doing to doing， 更喜欢做这个事儿而不大喜欢做这个事儿，这是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还有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prefer doing to doing， 这几个必须牢牢记住，因为它太常考了，我们书后题都出现了，你不信看69页第5题，咱们翻书马上看书，翻一页过来看69页，咱们一块看书。那看第5题， People prefer paying large sums of money， 人们呢更愿意掏大笔的钱。我看 prefer 前面就加 doing 了，后面只能选哪个？好，咱们同学一眼就扫出来了，只能选 C， to having their library destroyed by gangsters。 这不就是屏幕上第三个搭配吗？ prefer doing to doing， 这一秒钟就做对了。当然这是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翻译成宁愿怎么样也不愿意怎么样，但是我问大家谁还记得 would rather 后面加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变化？ I'd rather 如果后面加从句翻译成哎呀我真希望这样就好了，但可惜不太可能，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不是要用虚拟语气，这是咱们第12课荒岛生活中讲过的。而且这个时候除了用 would rather 也可以用 would sooner， 后面加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宾语从句中用虚拟语气，真希望怎么样，这属于 wish 型的虚拟语气，对吧？
那么如果只是现在的事呢，用一般过去式， be 动词不论第几人称通通用 were。 如果只是未来的事呢，我们用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如果只是以前过去的事呢，用 had, done 过去完成时就好了。这个当时讲过，随便咱们看一个句子，哎呀，我真希望 Susan 现在在这儿就好了。现在在这儿是不是用 were 吧？ I'd rather that Susan were here now。 在这儿可不是宁愿了，我真希望 Susan 要是在这儿就好了。这是我们看这其中的另外一个细节，不要搞混哦，非常容易这弄迷糊了，越容易搞混的越得放在一块记，把它区分开这个细节。那好，再回到本文中，本文中说这帮人宁愿掏大笔的钱，但也不愿意怎么样呢？ Have their life work destroyed by gangsters， 让他们毕生的心血毁于歹徒之手。这个是我们第二课讲过的知识。Have something done， Have something done 的本意比较简单，就是请某人来做某事。我周末打算理发， I'm going to have my hair cut this weekend。这个句子想必大家很熟悉，出现两次了已经。但是本文中是它的第二个意思，咱们的第二课就提过，表示某种不愉快的倒霉的经历，这不是请人做某事了。你比如说 He had his watch stolen， 他的表被偷了，不是请人把他表偷了，对吧？再比如说咱们见过的 King Charles I， 国王查理一世 had his head cut off， 被砍头了，当然不是请人把他脑袋切下来称称多重，这不可能，对吧？查理一世这国王被砍头了。本文中就是嘛，这个当初啊，这个爵士就做出了非凡的发现，他要不怎么能赚钱呢？就发现人们宁可屈辱的被迫给钱，大笔的钱，也不愿意毕生心血被歹徒给毁掉了。当然这句话说得很幽默啊，那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又成了贵族了？那他如何赚了大笔的钱的？在第二段呢，作者讲述这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好，第一段跟李老师先看到这儿。